煮菜的手艺怎么会这么无药可救啊？你看小媳妇手巧，做事又勤快，那妈跟弟妹一起做就好了。你明知道那个女人，她女儿跟我们冰娜的关系，你怎么还能这么做啊？你就那么介意这些吗？怎么能还来找我？怎么还能跑来说要跟我交往？我知道两个人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。冰娜的父亲，我发誓我从来没打过冰娜。说是大嫂的朋友吴恩秀老师。冰娜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现在急着要一笔钱。吴恩秀老师为什么会被学校免职的事，我很好奇你婆家知不知道。闪耀的恩秀，每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